Hello， 大家好，我是 Koala， 欢迎收看 Koala TV。 上一集跟大家就来到这个南洋博物馆，我们就去体验过在这个台北大地震的时候那个威力是有多大的，还有呢也都带大家去看过下这个南洋博物馆有多漂亮。今集呢我们就会继续在宜兰呢去找些好东西吃了。诶，呢度有三星葱嘅葱油饼。而家佢就准备喺度整呢个三星葱油饼。佢咧而家屙完啦，而家先咁样整嘅呢个葱油饼。其实本身系一嚿面粉，跟住加咗三星葱。咁而家咧，佢就再变咗一个饼啦。跟住咧，佢就会放佢落去，即系搵油去炸佢。哦，好新鲜喎，咁样。之后佢就会再加鸡蛋啦，呢个一份咧就35台币，哇！佢加咗个鸡蛋落去咧，即刻好劲啊！看起来好，很好吃。这个都没有放发酵，我们什么都没有，完全自动型面的。哦，只要研发时间，我一天做20几个而已。我估唔到呢个葱油饼系有咁多工序嘅，哇！呢、这个咁样睇落去几靓。好啦，我哋咧而家咧就离开咗头先后边嗰个嘅博物馆咧，就见到前面有档卖葱油饼。呢个葱油饼咧同香港食嘅好唔一样，因为咧佢系有加咗蛋去炸佢，同埋呢个系三星葱。咁三星咧就系即系宜兰嘅一个地方啦，咁啊出名咧种嗰啲葱啊特别香嘅，所以咧食落去又好好食。而且咧，佢加咗个炸弹咧，即系唔系嗰啲掉人嗰啲炸弹啦，即系佢炸连埋个蛋一齐炸啦。佢个味咧，好似食紧猪腩蛋汉堡嗰块蛋咁啊！你睇，即系佢嗰个蛋同埋嗰个葱咧，即系分布都好多。所以嚟宜兰咧，一定要试下食呢一个葱油饼，35台币。我想如果食呢一个喺香港，起码都要35港币，呢个系台币，所以真系赚好大块。好啦，我哋咧又坐咗一程的士嚟到呢个位置，我都唔知边度，总之都继续喺宜兰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准备食前面咧呢一个叫做阿中湖冰城啊。咁呢個阿中咧就唔同嗰個阿中面線嘅，即係你知道台灣咪有個好出名嘅阿中面線嘅，係唔同嘅。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入去食啦。呢個就係嗰個阿中湖冰。真的話比較小，比較小，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已经蛮好吃的，我以为它是一碗是100块，对啊，如果在香港吃的话100块都不是很贵，100块台币啊，对啊，吃不了，对啊。好，我们话咁快有食完，后面阿中芋鱼芋冰城啊，咁咧佢有一个地方特别嘅，就系咧佢呢度回收嗰啲垃圾咧，因为佢头先俾我哋嗰啲系纸杯啊、木匙羹啊嗰啲咧，咁佢就会用呢啲桶嚟分类嘅。啊，我觉得台湾人有几真系好有创意啊！即系佢除咗环保之外，嗱，你睇下佢用呢啲胶桶啱啱好可以摆到，然之后中间呢啲位咧就掉嗰啲木匙羹咁样咯。唔错唔错，同埋都几好食啊！呢间嘢，如果大家离开宜兰咪食下咯。而家咧，我哋咧就嚟到呢个叫做头城老街嘅。咁呢个头城老街有啲咩嘅咧？就系呢咁嘅样嘅咯。头城老街呢边就有个咁嘅湖，可以有啲人喺度钓鱼。我谂住老街系有好多铺头噶嘛，但系呢个老街就唔一条街。会唔会是普通嗰啲咧？
定是其实前面还有很多精彩的环节是等待我去发掘呢？就无啦啦呢度呢就见到一间咩咩法蓝屋法蓝星都几靓喎。但佢好似係他后生都喺咩游街玩。好似係新㗎呢个。呢一条街好似執晒粒咁样。係咪因为而家係星期五呢所以佢冇开。好似完全同我对呢个老街嘅感觉係很不一样。咦前面就是什么车站啊应该是坐两个火车回去的那个。我们可以坐火车还是巴士啊都可以啊。但是哪一个比较舒服应该是巴士吧。巴士会比较舒服。啊那巴士吧。咦这个有间什么奶油面包这间奶油面包是真的原来有面包卖的。但是不知道它是用奶油做的面包所以这间东西就叫奶油面包。我们来走一下就来到头城车站了。刚才我们那个是头城老街嘛走过来这里就是头城车站了。不过呢我的朋友说呢坐火车就没有坐头先我们来的那些客运巴士那么舒服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是走回去搭巴士算了。2 hours later, 转过头就在宜兰呢翻回来台北这里了。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吃这个麻辣锅。咁呢间嘢咧叫这一窝，佢嘅派头都几劲，你睇下个样子，啲人着嗰啲衫，同埋你睇下呢啲咁嘅雕像好似好劲咁样，哇！呢间铺头望落好似好高级咁，呢度个窝咧有好多种选择，有啲系麻辣窝，有啲酸菜窝。都有啲系啲鴛鴦咁樣，係咯，聞落去都好香啊！呢個嗱，呢個就係老火湯，跟住鴛鴦鍋。鴛鴦鍋應該就係麻辣加呢個老火咁啊，麻辣咧就係呢一個啦。跟住另外一個嘅酸菜鍋，啊，酸菜鍋望落都好吸引。跟住後面呢啲就係肉啊，啲肉好似好高級咁樣。佢呢間嘢啲牌面擺到好似好特別咁樣，哇！個牛肉係咪真係咁樣放嘅？冇煙咁樣。看這個牛肉是不是真的這樣放着，然後下面有煙？真的嗎？哇！它會這樣上。好誇張啊！我哋著咗每人有一件咁嘅衫。佢上面咧寫住咧，呢個係台語嚟嘅，咁就係斬價送價，唔係啊，係假價送價，斬價送價，係啦，嘅意思即係食到好爽啊，好正啊。好啦，我哋啱啱食完咧，后边嗰个嗰间叫做这一锅啊，真系几好食喎！我觉得嗰个麻辣汤咧，比我想象中咧唔算话好辣，同埋咧佢每一次加汤咧，都会系加一啲真系汤唔系加水咯，因为你知平日喺香港可能打边炉咧，好多地方都系就咁加水或者可能加普通清汤，但系佢呢个汤咧。每一次加咧，佢都好認真咁樣，即係揀翻係啱我哋呢個湯底嘅湯先會加落去咯。同埋佢啲肉咧，你見到有個好浮誇嘅牛肉啦，咁另外就係佢啲餃啊嗰啲都好好食。最尾再加一個寬粉咧，我哋即係去吸翻嗰啲
湯底的味道真的有一種 QQ 的感覺，又有湯的濃郁的味道，真的很正。咁另外就是它很得意的呢間嘢咧，每隔一段時間又會送一些嘢食俾我哋，咁所以真的很飽，唔係講笑。下一集咧，我會帶大家去參觀台北101，嗱唔係又去睇 Apple Store 啊，而係真係咧走上去台北101嗰個觀景台咧，去睇呢個台北嘅景色。以及了解台北101是怎样抵挡台风和地震的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那我们就来到这里先了。如果你喜欢这条片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这个 channel。如果你已经 subscribe 了可以按下面的钟仔。这样每一次我出新片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了。拜拜。